烟上看到好多人测试在电梯上放开男友的手，于是我也测试了一下。所谓富贵险中求。完全没有发现我不见了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都跑了你半天了。嗯，因为了吃的好奇。当我在公共场合叫男朋友哥哥，哥哥，真的太糟糕，跟踪又被发现。哥哥，你竟然对我笑，刺激我的脑。哥哥，哥哥还是好饿，大白，我带我打个排位。算了吧，上号。Later， 不打了。你这喝的啥呀？奶昔啊。这是 Wonder Lab 和喜茶联名的代餐奶昔，喜茶一样的口感，还是零蔗糖、低热量、高蛋白的啊。那我也要喝。对啊，过年来。给你。嗯，是黑糖波波味的耶，好好喝啊。这一瓶啊，可以提饱5个小时。你不说我自己怎么瘦吗？啊。谁像你这么笨啊？每天吃少了，弄得满嘴都是。自从上次在电梯放开男友的手后，于是他变得谨慎了。但是我想再试试。你很聪明的，你知道吗？然后，拜拜。再然后，拜拜。吃鱼腿吗？场面似曾相识。我原本的吃的好奇。你品，你细品。你谁呀？一见钟情的原因就是我的眼里只有你。孩子的喉结不能随便摸。好甜啊。
干嘛？我差点忘了，你没有喉结。是真的没有，是真的，是真的。在一起久了，越来越不注意形象了哈。看看我们哪一罐？那一罐凌晨都在里面的，就在你面前。算了吧，看看我们哪一罐都非常可口的小脸蛋，再看看你。哎，还真生气了呀 ！A few moments later， 看你是不是飘？对呀。你干嘛呀？居然敢偷用我可以紧致毛孔、补水、保湿、提亮、美白、能解决各种肌肤问题的米雾麻油酱大米酒粕精华水感亮肌泥膜，看我怎么收拾你！哎呀，你给我滚！你的酒粕面膜很好用，给我也买一份。四爷，啊，买。就像是失去神经，我感觉不到呼吸，连空气都窒息。Why I love you so美妙。听说有很多人想看男朋友查我手机的后续安排。哎，给你查我手机。真的？真的？这么近？什么？你居然怀疑我？会点我看的吗？你居然凶我！哪有兄弟啊，我觉得吧，你没那么喜欢我了，就是感觉吧你给你不查了好。